伟林。心蕾姐好，你好，天真老师好，大家好，嘿嘿嘿，好，是是是，在偶像剧里头是演，我是演秘书，哈。应该是性感美颜的秘书。没有没有，包得非常紧。哦，好可惜哦，因为在这里哈看很好看。没有，都挡住了。哦，是是是是，好的。有没有害怕的同学？我最想抽到灯光服。哦呦，是是是，来。因为我以前输过他。是是是，以前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你就怀恨在心。没有啦，要把它好玩嘛，要把它赢回来了哈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，真的！蔡玉鹏，这个还好啦，这個、还好，菜鸟啦。好的，那林伟林，你要唱什么歌？我唱《那英心酸的浪漫》。曾经以3EP美少女团员出道的林伟林，这次有备而来，而且指名要 PK 情歌小王子邓广福，就可知道他对自己的信心可是有着十足的把握。而近年来，他在演艺圈尝试多方发展，更参与偶像剧《就是要相恋》中演出性感甜美的秘书一角，把昔日童星郝邵文可是迷得团团转。而经过多年后，林伟林这次再站上舞台，要用歌声让观众重新记得他。从前以为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，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欺人他，他给我太多心酸。从前太难太难太难。哦，不错，现场了，我给林伟林的灯是40个灯。雨鹏，你准备了什么歌？想你心在，想你心。